银复活后魂力恢复到十万年魂兽等级。我的子民们，感谢你们的无私奉献，才让我获得了新生。这生命之光是我给予你们的奖励，愿你们早日进化。好银，好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。这些年虽然我为你献祭而暂时失去性命，可我知道你过得比我更苦。我们终于又能在一起了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离开你。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都是我的爱人，我爱你。在魂师界，昊天斗罗一向以刚猛铁汉、无敌强攻著称，可此时此刻，唐昊那痛哭失声的样子像一个孩子。25年了，他心中的情感是何等压抑。小五为唐三献祭之后，唐三立刻就在两只森林之王的开导下知道有复活他的机会。可当初阿银献祭的时候，留给唐昊的只有一颗蓝烟黄的种子，还有他们刚刚出世的孩子。那一刻对唐昊的打击太过沉重了，他深爱的妻子、儿子的母亲终于活生生地又站在自己跟前，他内心的刚硬早已化为绕指柔情，此时尽情地宣泄着。